早晨，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是常年期第十八周星期二，弥撒经文在经书第四页，读经在第三十三页。今日的弥撒意向是为亡者刘家珍安息主怀奉献。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上主，你是我的助佑，我的救援，求你不要迟延。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基督，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来召唤罪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求你垂怜。求你垂怜。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请众同祷。上主，我们感谢你广施仁慈，使我们能认识你是宇宙的创造者和掌管万物的主宰。求你继续辅助你的仆人，不断更新我们，保守我们。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攻读户籍记。那时候，米尼安和阿郎为了梅瑟所娶的故事女人出言反对梅瑟，因为他娶了个故事女人。于是说，上主岂止与梅瑟交谈，不是也与我们交谈过？上主听见了这话。梅瑟为人十分谦和，超过地上所有的人。上主忽然向梅瑟、阿郎和米尼安说：你们三人到会幕那里去。他们三人就去了。上主乘云柱降下，停在会幕门口，叫阿郎和米尼安。他们两人就走向前去。上主说：你们听我说，若你们中有一位是先知，我要在神事中显示给他，在梦中与他谈话。但对我的仆人梅瑟却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我面对面与他明明说话，不藉谜语，并让他望见上主的形象。为什么你们竟不怕出言反对我的仆人梅瑟？上主对他们发着怒走了。彩云一离开会幕，看米尼安就生了癞病，像雪那样白。阿郎转身看见米尼安生了癞病，遂对梅瑟说：我主，我恳求你，别使我们因一时愚昧所犯之罪而受罚，求你别让他像个胎死腹中的人，
一出娘胎，肉身就已腐烂了一半。梅瑟遂向上主呼求说：天主，我求你治好他吧。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依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尽，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净。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作了你视为邪恶的事。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因此在你的判决上显出你的公义，在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阿利路亚。阿利路亚。纳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群众吃饱以后，耶稣即刻催逼门徒上船，在他已先到对岸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人在那里。船已离岸几里了，受着波浪的颠簸，因为吹的是逆风。夜间四更时分，耶稣步行海上，朝着他们走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惊吓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放心，是我，不必害怕。巴多禄回答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耶稣说：来吧。巴多禄遂从船上下来，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遂大叫说：主，救我吧。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他们一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他们渡海到对岸，来到格乃撒勒地方。那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整个地方，把一切患病的人都带到耶稣跟前，求耶稣让他们只摸摸他的衣边，凡摸着的
周全预了。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瑪麗安咧，呢、這個字 Miriam 咧，其實你點翻譯都好咧，其實個字咧，亦都可以係即係瑪利亞一樣嚇，因為你要知道咧，即係希伯來文咧就冇音嘅，咁啊得子音嘅咋，咁啊佢即係話冇聲母啊，咁所以咧你其實係。個 M 同個 R 的字啦，你當係夾硬用英文字母代表的話，咁樣即 Maria 或者 Miriam， 你裏邊係換咗啲唔同母音咧，其實都係嗰個字嚟嘅。咁即係話咧，有啲聖經咧嘅翻譯外文嘅翻譯咧，就雖然用咗 Miriam， 但係咧其實都係 Maria 嚇，或者你見到 Maria 其實亦係 Miriam 咁嚇。嗱、啊，咁我哋知道咧，呢、這個米麗安啊 ，Miriam 啊，係梅瑟個家姐啊。呢、這個家姐啊，真係了不起咯。佢咧，梅瑟咧，本來就係一個猶太人喺埃及境內嚇投生嘅男胎啊，本來係要一生出嚟係要咧碾死啊，係嘛？但係咧，佢哋就靜靜雞。將梅瑟咧就拎到去河邊，最後俾嗰個埃及公主救咗起嚟咧。咁咧呢個家姐靜靜咁樣咧，又自薦做佢哋嘅奶媽。咁咧因此咧呢一、這個親生嘅家姐咧就冒住呢一個講大話嘅風險啦嚇。咁就最後都能夠一生咧照顧住梅瑟咧喺呢一、這個。法郎的家室里面长大等等，是一个呢一个好一位英痴、啊、为了照顾个细佬保住他的命呢做出了这些这样举措、嗯、但是呢就是说几有胆识都好几有谋略都好又或者呢几对细佬呢或者对家族这个血脉的保护都好呢那不代表他是无染原罪啊他呢都今次我们看到呢他又夹埋梅瑟的兄弟阿郎呢就有少少呢就妒忌啊有点少少看不过眼为什么呢只是好像小佬梅瑟呢得天独厚可以呢面对面亲眼、亲耳、亲口咧，同咧天主对话。今日天主咧就真系咧，就闹醒佢哋啊！喂，佢系梅瑟，的确系我拣选嘅人啊！吓，的确系得天独厚啦，阴霾出于佢嘅谦逊啊，等等。咁啊，因此咧，天主咧就要米利安咧。买少少教训，俾佢患咗咧七日嘅麻风病啊，半日都嫌多啦吓、啊，七日已经好犀利啦。我哋咧都要小心吓，唔好以为我哋对某啲人，对我哋身边嘅家人，或者我哋好好嘅朋友，用咗好大嘅基督徒嘅爱心咧做咗对佢哋行咗某件善事。或者好心照顾咗佢一世，唔会话因为就我做咗呢啲善事，因此咧我就德行上咧唔会话有啲缺失吓咁样。呢个一个好大嘅魔鬼，会使到我哋咧好想做好嘅基督徒嘅人咧，容易跌倒嘅地方。米利安咧今日咧都好似喺嗰度咧少少甩咗碌下。我照顾住呢个人成世咁好啊吓。天主都应该俾啲特别嘅恩宠我啦，咁样吓，点解就系俾佢呢？咁小心啊！我哋每一个人喺天主嘅救恩史嘅计划当中咧，都要扮演唔同嘅角色。有阵时睇落好似我付出多过
其他人的时候，但我得到的好又好像想报没那么多，或者少些人知道我的存在等等。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你的眼光只是放在你世界上想得到的什么想报，而不是说我世上做些什么与换取在天国里面永远的福乐。其实老实说，我们在世上做什么好事都好，得不得到天堂永远都不成正比的啦，是啊。难道我在世上救了十个人和救了一百个人，一百个人那个就上天堂的机会一定大过救了十个人那个吗？不是这样计法的嘛。就算我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没有救过，好像圣女小德兰，哎，老祖入了修院，没出过去传过教，24岁就在修院里面死了了。但是教会你看看奉他做什么的主簿，全教的主簿。所以你看看我们从灵性神修的角度去看事情呢，不是这样一对一去计比例去这样计回来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做的任何细的事情是不是以爱为动机去做。今天我们看看今天耶稣在这个奇迹那里叫百多禄隔着个海呢，不叫百多禄你都行海，行咗海呢，行奇迹咁样过嚟。但係百多禄呢一眼望落个海嗰度呢就驚吓。等于嗰啲啱啱学行船嗰啲人以前呢就喺船呢中间有个船杆，咁你要爬上去嘅时候，初嚟报到嗰啲新嘅水手呢嗰啲老师傅都教佢哋，你爬个船杆嘅时候你唔好落向下望，你记住向上望。你向下望，你位高的话实手腾脚震，记住向上望，向天望，向天望，咁你就爬到上去了。一样呢，我哋喺世途险恶颠簸个海浪上，梗有好多使到我哋惊嘅嘢噶。你睇下我哋而家呢个疫情，而家都唔知点样收科系嘛？正如就系好似我同你好似百多禄一样。我是行緊去耶稣嗰度，耶稣叫我你唔使怕，你照嚟。但係我哋呢又驚呢驚路嘅时候呢，点都行唔到去个目标，向上望，望住耶稣，终点係喺佢嗰度。所以呢我哋耶稣话小信得啲人啦，你什么怀疑呢咁样。我哋唔好怀疑耶稣有冇能力救我哋。呢、这个係不容置疑，点解呢？救赎的工程耶稣已经是在十字架上加以亚历山一气已经做了，问题是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还有我愿不愿意用我有爱德的行动去反映出我有这份的信德。不是我做些什么使我得救，而是我得到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自然一定有爱人如己的心呢，去反映出我有耶稣的恩宠力量透过我作为一个工具，好似麦利安，好似梅瑟，好似阿郎，好似百多禄，同其他宗徒一样。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常住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你的圣灵，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求你圣化这些礼品，并悦纳我们生活的奉献，因此我们自己也成为呈奉给你的永恒献礼，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是人类的创造者，你藉着你钟爱之子也是人类极欢人的再造者。你创造的万物应当侍奉你，你救赎的子民共同赞美你，你的诸圣也全心歌颂你。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称扬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李主教司德望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终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约，失诸圣中途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教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去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去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去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羔羊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说：我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饥饿，顺从我的总不口渴。
请众同祷。上主，你以天上的神粮养育了我们，求你不断支援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堪当承受永恒的救恩。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圣人罗格随译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须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恩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疫。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拜圣罗格，请为我们。